今日我在这里呼吁青年人，是时候开放思想，认真了解自己的国家民族。爱国并不是什么艰难的深奥的课题。我出生在乱世，敌人的军炸机已经飞到中国人的头顶，是民不聊生的一个年代。有哪个能够想象2021年的今天，中共彻底消灭了极端的贫穷？有谁敢想象在全球疫情大流行的时候，中国能够对全球多个国家捐助防疫的物资，推出疫苗？由当年的谁能想象到今日的超越想象，国家创造了举世的奇迹。各位香港的青年朋友，你们要拥抱大时代的大机遇，要以身为中国人为荣，做一个骄傲、勇敢、负责任的中国人，做个对国家、对民族、对香港有担当的建设者。